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协作平台。首先呢，您可以进到这个 sites.google.com。那您进来之后呢，因为各位都是很干净的，所以应该是会像我们现在左手边这个一样，就是完全都是什么，都是空白的，好，都是空白的。那您直接就按这个建立就可以，好，建立就可以。那如果您还没有登录的，可能就要像右手边把你的账号密码打进去哈。那进来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范本可以选择，这里，好，有一些范本哦，你也可以从这边去找。不过说真的，我是平常比较少直接套用这些范本。这些范本，因为各位我们现在用的是就是标准的 gmail.com 的，所以它上面这些范本会有来自全世界的，哎，来自全世界的哦。那我也有做一个范本在上面，因为那个是给教师他们就是评鉴用的。那你也可以找看看，可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套哪个范本，它是连它原本里面那些网页都会带进来，就那些网页内容，好，所以你要再自己去修改一下那些内容。那所以通常我是比较少这样做，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看看别人，哎，写作平台还可以做成什么样子，好，不一定要跟我的一样，因为我的只是我觉得我们上课的方法用这样比较方便而已。好，那再来呢，你如果没有选也没关系，直接就告诉他你的写作平台要什么名字。你可以打中文，它的网址呢会自动帮你用所谓的罗马拼音的方式直接拼成在下面。好，原则上这个网址就是只能就是 A 到 Z 大小写还有数字，好，数字，所以其他的都不会有，好，都不会有。那最下面还会有一个选择主题，好，选择主题的部分，那会像这样，有没有？比如说我在这边有了一个这个这里，然后它有没有网址看起来像漏漏的，嘿、hey, ，管他的，如果你可以弄短一点的也 OK 啊，只要没有人跟你一样就好了。好，没有人跟你一样，那最难的是这个，很多人第一次看不懂，那没关系啦，反正你就按建立，对不对？或者他现在建立应该是在上面这里啦，红色的哈，那你按建立，万一错了就再打一次，他会更新，他会更新哦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哦，从这里，我从这里。SIT 好，从这里进来。那我现在里面因为已经有一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从这里按建立。哎，还没进来。好，有没有一样看到？对不对？好，假设我这是好像这样，那最难的就是下面这个啦。对不对？那当然你不一定要一定要跟他一样啊，如果你不是很确定的话，你看中正嘛，对不对？大嘛，这看得对，他真的用罗马拼音的哈，所以你用中文实际上没关系啦。好，那如果说万一真的你的就被人家用走，你在后面加个1234也可以啊。好，反正能够出来就好了，以这个来讲应该是有啦，因为我已经用过了。那比较难的就是这个 JANGSL 这样子吧。好，那万一错了，你上建立在上面齁，万一错了包括什么，比如说你的网址有用的或者这个错的，它这边就会建立不起来，好，它就会告诉你说有错，这样没问题吧？那就麻烦各位先建一下，你这哎呦这个没有人用，只有我这样有。好，你可以看看，那你现在做的这个万一不要的话怎么办？可以删除，等一下我们告诉各位怎么把它删掉齁、哦。好，那么如果呢各位您进来之后哇发现刚选的那个主题不满意怎么办？没有关系齁、哦。您进来之后呢，在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管理协作平台，点下去找到左手边最下面这一个。看到了齁、哦、点。好，你看一下哈，在这边，这里有没有滑雪，对不对？好，预设在这里，你可以从这边再改别的。好，那你看你要哪一种啊？你要便条纸的。其实说真的，平常我都不会改太多的，因为我待会会再去找适合的背景图，再来看。好，再来看。所以其实你只要找一个看起来比较顺眼一点的就好了啦。哎，虽然它不怎么好看，对不对哈？有没有发现你刚如果这样放进去好像觉得今天来错了吧？好，他刚开始
比较丑，没有错，这是它的缺点。但是其实你可以试啊，那好了之后记得要存档一下哦。哎，那你就可以回到你的协作平台这边来。好，像这样子，那这边就有变了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内容怎么做，还有包括什么？你刚刚如果说，哎，我们这个主题万一不要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一样从这边进来，从这个管理协作平台。有没有发现一进来在一般这边就看到刚刚的名称了？那网站的通知也好，或者是协作平台的说明，你可以自己决定，好，自己决定好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，就是往下，因为有些人觉得不想玩了，是不是要删掉？可以从这里，好，它藏的比较下面一点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。甚至其实如果说您的这个协作平台，假设像我已经做好了，我做好一个。我要再建另外一个的时候，你要不要从头再来？不要啦，我已经会了，对不对？直接怎么样？把这个复制有没有比较快一点？那些架构就都有啦，你下次就负责，所以你今天只要会了，就做一天的工就好了，剩下就不用啦。当然，你如果比较博爱一点的，你可以把它发布成范本，别人也可以引用，这样你大概了解的哈。好，那我就把后面还给您了。